看我干什么？去，睡那边去。你不可以睡这儿。为什么？我就喜欢跟妈妈睡在一起，不喜欢跟别人睡在一起。说实话啊，我呢也不想跟你睡在一起，但是你看咱家现在那张床呢，让老爷睡了，就只剩这一张床了，咱俩只能挤在一起凑合一下了，明白吗？去。你不可以睡在这里。哎，你要干嘛？我不睡这，我睡哪儿啊？外面沙发。凭什么？你一孩子睡这么大张床，你让我去外边睡沙发？再说了，那外边那能叫沙发呀？那就是一木椅子。我不管，你必须得给我睡外面沙发。臭小子，那么不讲理呢！我可不惯着你。 你要不睡到那边去，我数三下，我就开始发怒了啊！一、二，老爷，皇上说欺负我！哎，老爷，哎，别叫，大半夜的，把老爷真吵醒了。老爷，行了，别叫了。行啊，我睡出去，别叫了。